二个举措，把这个前四级工作管理层的他会就卖掉卖掉卖掉，协理的老协理，他在不动产方面，我觉得也处理掉蛮多，但是都有赚钱。你看，尤其在台北市的不动产，几乎没有，几乎没有那种倒卖，至少不会。优点，每天都是优点，没事的，真的，这样的话。